弹性战队星原皮肤终于是要上线了。在今年上半年的战队星原第二期投票中，成都 AG 超玩会拔得头筹，成为第二支落地战队星原的战队。该星原所属英雄为韩信，并且这套星原还隐藏了很多彩蛋设计，不知道你能找到几个呢？第一个就是韩信头上的熊猫状护目镜和服饰上的熊爪图案，设计来源于成都 AG 超玩会的吉祥物熊猫银小满，谁是对宠不用多说了吧。另外韩信袖口上的1214，相信 AG 的粉丝很快就能反应过来，1214就是2019年的12月14日成都 AG 超玩会斩获 KPL 秋季赛的总冠军，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冠军。除了该套星原外，还特别设计了一把武器，这把武器的枪刃为名刀司命的造型，致敬的就是 KPL 史上最经典的名场面之一，韩信无兵线投塔。他出了一个名刀司命。今天我们还特意请到了孟老师，不知道他会怎么看这款星原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成都 AG 超玩会孟磊。看到我们的战队星原即将上线，我的内心还是非常的激动。黑红的外套加白色 T 恤，少年感十足，还有这一把名刀司命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帅，就好像我开局自带名刀，我看谁还敢反我野区。但随着星原的上线，还会同步我的个性签名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最后给大家展示几个韩信的仙术操作，超帅的，看看你能学会几个呢？你的脑袋里好像少了些什么。颠覆无间的世道，到达胜利之前，无法回头。